那个 casino 里面，我一个朋友他们在赌场，赌好大。但那女生嘛，大概我们就站在那边看，那个朋友人家一下一注都好大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人家就逗她嘛，可爱的女生嘛，怎么样啊？那我觉得那红色比较好，然后把一开出来，然后一开出来红色的赢了，他就你看，场都听变疯了，看到了吧？下一把，然后好大声的黄色的会一开出来没中，他说看旁边。很棒，好不好？至少我们事情都做得很好。至少刚刚你有赢了一把，好吗？对啊，我等一下我要放空喽。